在这个足浴的部分，因为我们屋主他有一个相依为命的一个小狗嘛，其实我们都叫他廖小敏。那名字好人名哦。对，那就是因为是廖小敏，所以那个空间让给了廖小敏了。哦，所以他把整个足浴都留给了他的家人呢。对，他真的有好好照顾他的家人。对，所以那个空间就是规划成廖小敏的房间了。我们为了让廖小敏住得舒适，所以我们就把门片整个拆掉，然后我们只做这么低的，是因为我们要让他在空间里看得到外面，然后他也会安全。一样用新古典的方式，我们本来那个是铁件的东西，我们去烤白，它本身里面它有浴缸，是，它有马桶，我们全部为了廖小敏全部都给他撤换掉，是，就变成他的洗手间。所以在那个地方我们用了马赛克，是，然后用绿色的东西去让廖小敏他是男生的那个味道拉出来呈现出来。是的，所以说这现在的廖小敏的家是一个无障碍的美观空间。是的。